人是你放走的。我们的目的就要达成，莫里扬的死无关紧要。他该死，他可是莫振生的侄女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莫振生欠我们的，我们自然会讨回来。但这件事情和莫里扬无关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一招不胜，满盘皆输。你知道吗？张卷没死，不可能，我亲眼所见。张子元已经知道了，这一切都是莫振生所为，所以他将计就计，配合铁头演了一出戏。他活着早晚是个麻烦，我得去告诉莫振生。未必，他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助力。好的，老爷，我这就看。我慢点搬，小心点儿。来，小张，到爹爹这儿来。爹爹。哎。我们去哪里呀？爹爹准备带你回老家。那姐姐呢？姐姐肯定跟我们一起回去喽。耶。啊，小赵，你出去玩吧，我跟强叔说点事儿。哇，好，乖。慢点啊。强叔。老爷，东西都收拾好了。我们吃过午饭就出发。好。一会儿你把洋洋带回来。都去准备吧。是。怎么了？程子远没死，情况有变。未必是坏事，至少不用我们亲自动手了。够高了吗？就要大仇已报，不在，我心里踏实。你就让我留下，我能更好的为你做一些事情。要跑路，等等！洋洋怎么还没有来？我这就去接小金。好，一定要小心了。有我在，没人敢动小金一根。公子。
给我搜。洋洋，你总算来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洋洋，这……张子远，你没想到我还活着吗？这是哪儿的话？今天你带这些人来，有什么事吗？谭叔父。您说呢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莫振生，你涉嫌谋害商人严阔成、张金彪、警察局探长童俊一家，请随我回去调查。你们有什么证据？如果所料不差，证据就在这辆车里。笑话！这车里的东西都是我合法的财产。合不合法？搜搜便知。走。严阔成、张金彪，童探长生前在南阳购置的地契，咱全在这儿。还有什么话好你怎么这么些屁话？你干什么？莫多想，杀人偿命。是不是贾森？你给我！哎呀，哎呦，你拍我干什么？哎呦我，哎呦，这穷人！来走。走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爹爹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爹爹！哎，不是，哎，那不是你。放开我爹爹！来。阿晨不能去，阿晨，不行，阿晨，你必须冷静点儿。